好可怕！不要啦，不要，我也要那样。如果 Minecraft 只要杀死一个生物，它就会随机生成遗迹。嘿，我是 Hannycan，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次的如果 Minecraft， 没有错，今天这一次的如果 Minecraft 啊，哦，就是我们只要杀死任何一种生物，它将有机会啊，哦，生成出一种遗迹出来啊。那像我这后面的这个牛牛啦，如果我把它打死，嘿，没有错，就有机会生成出各种遗迹，让我们去探索。那在这一次的影片，我们还是先来打树吧。嘿，没有错，嘿，生存嘛，终究是个生存啊，我们终究是要打树的。那我们就先来弄一个斧头吧，旁边是高山地形耶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来弄个石斧出来啊？好，直接拿石斧好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开杀。那如果各位喜欢这样的影片，哦，喜欢看到这样子类型的 Minecraft， 别忘了可以先帮我在影片下方点个赞。哦，也可以留格言啊，告诉我你喜欢这样的影片系列。我们每一天下午六点半都会更新一部影片，别忘了一起来跟手播啦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去先弄个木镐出来，然后三颗石头，我们挖六颗好了，这样我还可以做石镐，对吧？这里这样子够多了，然后我们再来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来一个，再来一个 ，OK，perfect， 来吧。开始啊，小猪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我今天过得还不错，但你知道要怎么样可以让我心情更好吗？你不要走，他知道我想干嘛。哦，还沙漠遗迹，哈，碎啦！那我是希望啊，今天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找到一股，哦，不是，我是想要找附魔金苹果啦。又是金苹果，可是没有附魔。好啦，我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去尝试找到一颗附魔金苹果，尽可能的好不好啊？如果真的太久都找不到，那就放弃它吧，就当一个永远的梦想好不好？来，再来一次，呼，哎，没死，会，哎，没有生成啊，它是随机的，所以不一定会生。哦嗨，我需要这个，底下的话我记得有一颗一般的金苹果，对吧？可是我不想要啊，我把这个拿走好了，这个应该是我会用到的。这样子，来，我们换下一个，换牛牛好了。来来来，杀猪猪杀两只了，来一只牛，会，没有生，会，没有生，会，还是没有。那你呢？这一群都没有，天哪！所以是会，小猪比较会生。OK， 这个拿走。啊，怎么都没有好东西？哎，有羊哎，我们来杀点羊好了。来来来来，哇哇哇，哦哦哦哦，那个，哎呦，朱布林堡垒呢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下去看看。哎呦，哇哩哩哩，它声音很多呢哦。哎呦，这里有一般的僵尸猪人。OK， 啊，这里呢？这里是还行。我想要中间那两个箱子，我记得旁边也会有箱子，但好像是随机的。我们从边边下去好了，这里可以挖下去吗？好像可以，我记得边边这里应该是可以这样直接下去的。那我们就从这里下去吧。这种遗迹它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战利品，就是遇水桩。对，我记得会有，不是遇水桩，应该是遇水锭。遇水桩会有吗？好像也会有，然后也会有钻石的东西。旁边有煤炭欸，画面是不是太暗？我们来照亮一下这世界好了。哈哈，啊，我木头其实有点不够了。我们等等，如果要的话，可能还要再来挖一点木头。OK， 这里应该可以出去，应该很安全。这里会有一般朱古力吗？好像不会有哎。那，有点小危险。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好了。哈哈，我不是故意的嘛，但是就我的斧头不小心就回下去了啊，我也没办法啊，你要相信我啊。哦，好多黄金哦，哦，钻石 ，OK， 哦，黄金，这个也没有金苹果，难过。有关于附魔金苹果可以获得的地方啊，其实我们之前哦有做一部影片跟大家解析一下，在哪些的遗迹才会生成哦。大家可以去看看那部影片啦，哦啊，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可以去看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啊，
啊，今天我们就会尽量的找一下啊，我们这个沙漠遗迹就是其中一个有机会生存的地方。有那么一点小危险哦。那我们吃个精灵骨回的血好了。这世界有够不友善。哈哈。啊，你还在啊？你还在啊？跳上来。OK。OK。是不是又生了什么？哦，这什么鬼？他生村庄，欸，还有铁匠铺欸，然后来来来来来，等一下，好了，我把你杀掉好了。欸，没有生东西吗？哦，有，生了一个地狱堡垒，是不是？我先看完这个。哦，我获得什么？为什么？欸，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他重复生了两次村庄，是不是？我刚才在想为什么会有地上的东西，然后宝箱却还在这样子，所以他应该是生了很多东西。等一下，这里怎么这么多东西？对不起，村民们，对不起，猫咪。但对，好爽。OK， 这是一个地狱堡垒。我还是先把刚才那个朱布林的先看完好了。我想看完它中间有些什么。所以刚才应该是重复生了两次村庄，我觉得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东西掉落在地上。我有办法直接从这里垫过去吗？哦，这里超危险欸。我有办法直接这样过去吗？感觉可以欸，可是他们好危险的感觉啊，可能要垫高一点，这样你们打得到吗？我还是把他杀掉好了。好小，有再生一个村庄吗？我很期待他再生一个村庄出来给我。好小，好小，好小，再一个，跳，哎，碎，哦，打到我了，可恶。哦，快挂掉了，我快挂掉了，再吃一个。哈哈，我金苹果好像蛮多的，随便吃啊，随便吃。哎，嗨，你好呢，嗨，你好呢，有没有生？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哦，有，我感受到生成了，这就是我要的嘛。直接一个 A O E 伤害有没有？直接全部死光。哈哈，其实我是个法师啊，我是一个会 A O E 伤害的法师。我一次的 AOE 就这么大，还会放一大堆方块，你看多厉害！这什么鬼？等一下，这不对，这里有箱子吗？这里没有箱子，只有中间有吗？中间有两个，我记得旁边应该也是会生成箱子的啊。哦，我听到苦力怕的声音，好可怕！哈哈，在充满火焰的地方有苦力怕的声音。哦，嗨，战猪，等等啊，都是废物。哎，骨头来一下好了，我等等可能会需要食物。再来就是中间的部分了，我们直接冲过去吧。哦，这里还有东西给我垫呢，人真好。为什么有一个人在泡温泉？哈，天哪！我们这个先把它给堵起来，这样子好了。哦，等一下，蛋你。蛋你，好可怕！不要啦，不要，不要那样，不要那样，好，我走。我看到钻装了啦，可是我不能。哇哩嘞 ！OK， 好，看来我要生成一个新遗迹了。等一下，很小，好，吃个东西。我的箱子是不是没了？哦，箱子还有欸，我们好像安全了耶。OK， 直接过去吧。为什么你这么多人在泡岩浆啊？啊，箱子一个好像没了，然后这边有好多黄金，好多钻石，有钻剑来，钻头盔来，碎。旁边的哦，旁边的也还在。哦，更多的钻装来穿起来呀。被我丢出去！哦，你不要在那边啊！天哪，我没有穿裤子到处爬爬照。我们没有稿子哎，是不是应该来做一个啊？来，我们直接现场来做一个这样子，然后这个丢掉了，这个我要它干嘛啊？对不对？来一个稿子丢掉！过分哦，还想偷袭。来看看会不会再生一些东西吧，好像有生吗？哎呦，吓到我！
自己的 AOE 伤害吓到自己，所以不魔金苹果有吗？啊，没有，这个挖掉。啊，有吗？啊，有吗？啊，有吗？啊，没有，都没有。天哪！再来一个、哦，嘿，哦，村庄，我看到了，我感受到了。哦，这样就对了吧？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多打几只。哎，为什么会有这个？快笑，快笑，快笑！哦，史莱姆是好东西耶！哈，哎，沉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危险！哦，吓死我！哈哈，史莱姆是好东西，他会疯狂的生这些有的没的，鬼刚黑哦，真爽！哈，再来一个吧。他有生成的什么吗？我其实感觉哦，等一下，不对哦，这样不对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他们生气了？为什么？哦天哪，我的走位也蛮厉害的呢。哎，为什么他们生气了？为什么？我刚刚有做什么吗？刚刚应该是苦力怕对他们做了什么吧。OK， 我上来之后，我发现他整个被贯穿，哈，太多东西重复生成在这了。我来看一下这个里面有没有东西。哎，这个好像是我看过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我刚才的村庄啦。好啦，那我们直接继续吧。啊，猫咪你不好意思啦。啊，不要好了，猫咪太可爱了，我们不能这样子对他。给我一个会生附魔金苹果的好不好？哦 ，OK， 那个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先弄点铁出来，这样我才有水桶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应该会有水桶，不是水桶，应该会有铁。来，有吗？有胸甲啦。哎，这些我都不要。啊，这里的话，它被盖住了一点，所以那个箱子应该没了。这里有黄金，有铁，但是铁币。完呢？这里面会有东西哦。哎，哦，他还活着。哦，哇哩哩，吓到我！还好你们没有生气了呢。哇哩哩，好可怕哦！这世界，这世界真的很不友善哎。那骨快来电好了，来硬的哦，我很硬，谢谢。游下去，然后我们啊，又要生一大堆东西了，各位。哈，OK。史莱姆，我听到了，不对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又生气了啊？到底关我屁事啊？哦，哇哩嘞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很可怕。哦，等一下，他们生气好像不是对我，为什么欺负我？这到底是什么画面啊？好啦，我要看这个沙漠遗迹了，最后一个遗迹，哈，这游戏超混乱欸，天哪！来看看金苹果一般的，哦，完美！我原本想说，这个如果再没有金苹果，我就算了，结果他就来了。好啦，我觉得今天超级混乱欸，这次。好啦，我们在这个沙漠遗迹获得了我们今天这一次的目标哦，附魔金苹果。哎，这个几率其实是超低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一个沙漠神殿啊，它每个箱子都有独立的机会去生成，好像是2%多吧。哎，它其实生成几率超低的。好啦，反正今天这就是我们的如果 Minecraft 啦。那各位如果还有什么有趣的想法，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如果 Minecraft 哦，别忘了哦，影片底下留言跟我说一下啦哈、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吧。喜欢这次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在影片下方点个赞，拉开订阅去追踪我的动态。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、IG、Twitter 去按个赞、追个踪。想要聊天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Discord 群组一起来聊天哦。那我猜你给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